名其妙，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？这不要脸啊！这简直太过分了吧！还能吃老师的开除，真的是假的？太过分了！迟老师，迟老师，迟老师来了！迟老师，迟老师。迟老师他，校长，我和迟老师一起去看戏，大庭广众之下没有半分逾矩。无论是谁有任何的质疑，都可以来当面跟我对质。但是你们辞退迟老师，这是不公平的。迟老师是主动辞职的，而且人已经离开了。你就不要再纠结了，回去好好上课吧。喂，你怎么还不退学啊？你看看你把迟老师都害成什么样子了。肖淑仪，那些大字报是你做的吧？是又怎么样？如果你有廉耻心的话，就应该主动退学。就是啊，严杭景，你把迟老师害成什么样子了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他本来是这个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，现在名誉扫地，连工作也丢了。你有什么颜面继续留在这里？是啊，有你这样的同学简直是我们圣仪的耻辱。就是有你这样的同学，我们也跟着抬不起头了。不愧是妾生的女儿，天生的狐妹子，连自己老师都不放过。看来你母亲也是用这样的手段喽。肖淑仪，你无端侮辱我的母亲，不觉得自己很卑劣吗？你敢骂我？说的怎么了？什么呢？林航景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不想吃苦头，现在就赶紧给我退学。肖淑仪，干什么呢你？起来吧。三哥，是他先勾引老师在先，还骂我们。你胡说什么呀？一个女孩子的名誉，容得了你们几个这样玷污？我警告你们几个，尤其是你淑仪，你要再这么胡作非为，小心我在爹面前对你不客气。你对我吼什么吼呀？肖北辰，哎，你放我下去！要欺负他的是你，肖北辰，你放我下去！莫名其妙，肖北辰，你放我下去！肖北辰，你放我下去！你，你脚怎么样了？你何必假惺惺的？不是你派人做的吗？你说什么？你派人打了迟老师。现在又让全校女生来羞辱我，然后你跑到这里来装好人，看我出丑，你早就布好了局，等着我往陷阱里跳呢。我在你心里就那么坏吗？不是你派人打的迟老师吗？你自己亲口承认的。别跟着我。